因为原有的停工楼出现了裂痕，台东天后宫在半年前就向新北市细尺的厂商定制了一个外径4尺2寸、高度12尺8寸、重达2300公斤的铜炉，并且在1月22号上午举行安炉大典。而且新炉的跨度，伊的跨度是4尺2啦。伊的宽度是差12尺8，而且伊的重量差不多2300公斤安尼。这爱规粒拢是重的安尼，吼！爱想换这新路吼，互大家当讲平安顺利吼，国泰民安啦吼。这一天除了安炉大典外，台东天后宫也同时为六尊妈祖神像开光点睛，期望有缘的民众可以把妈祖请回家供奉。萧凯丽、黄清海采访摄影。